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，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，我是小明的媳妇儿。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被寄养的女孩的故事，安静的女孩。这部电影是来自 K 星球 App 的青椒不肉丝和青山见我小豆包推荐的，么么哒。凯特把自己藏在巨大的长槽里，不愿去听兄弟姐妹们的呼唤。他不想回家，家对他来说是寒冷如冬夜的地方，那里有嗜赌成瘾、脾气暴躁的父亲，有疲惫不堪、无暇照顾孩子的母亲，还有五个常常无视和冷落他的兄弟姐妹。在他们眼里，总是安静还会尿床的凯特是个不折不扣的怪胎。在不见天日的方寸之间，凯特仿佛是一个多余的人，存在变得可有可无。长期得不到关爱，让他变得自卑又敏感，很多时候他都习惯独自躲在黑暗中来获得安全感。暑假来临了，凯特却没有兴奋的感觉。母亲生产在即，家中又久旱失收，他们决定把凯特扔给远方的亲戚照顾一段时间，减轻家里的负担。对于陌生的人和环境，凯特是恐惧的，但他也只能安静着，因为在这个家里没人会在意他的意见。他走的那天，没有姐妹来跟他告别，父亲开着车发了一路的牢骚，抱怨着又输了钱，而凯特只记得一路上书枝阴愁，光影绰绰。待他一觉醒来，一位面色和善的女士热情地迎接了他。在他的目光里，凯特有些羞涩，她的裙子和腿都是脏兮兮的，似乎配不上眼前这位体面的女士。可艾琳只是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让她进来。凯特怯生生地观察着自己即将生活的地方，这里整洁干净，宽阔明朗，有着独栋院落和一大片农场。很快，父亲和艾琳的丈夫约恩也来了。父亲的粗俗让夫妇二人皱起了眉头，他抱怨着孩子有多费粮食，还说让他们随意使唤凯特干活。We keep the child gladly. She's more than welcome. She led you our house and home. 父亲把她生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，甚至连她的行李都放了放下。一时之间，凯特什么熟悉的物件都没有了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。这天晚上，凯特提前下床用了夜壶，在静悄悄地躺在床上，假装自己已经睡着。他不愿让夫妻知道自己有尿床的习惯，一旦知道了，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讨厌他。夜晚，艾琳悄悄打开了他的房门，柔情地看着凯特。可凯特还是在别人的家里尿床了。第二天，艾琳收拾房间时，凯特紧盯着窗外，不敢看向艾琳。凯特闭上眼睛，垂下了头。他知道自己又搞砸了。艾琳没有责备他，反而小心地呵护了他敏感的自尊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，和家里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艾琳带着凯特洗了澡，轻柔地打上香皂，脚趾甲里的泥沙也被他用刷子一点点刮了出去。他在凯特住的卧室里翻找出来许多旧衣服，这些衣服都有些宽大，但却干净整洁。他告诉凯特，在这里不需要有秘密。艾琳好像也在一并清扫着凯特内心的角落，她一边教凯特数着数字，一边为他梳着头发。她还教他如何生活，如何爱惜自己的皮肤，带着他一起享用午餐，窝在沙发上看晚间电视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等艾琳的数字数到100，凯特再也没有因为紧张而尿过床。之后，艾琳又带着凯特来到牧区旁一片葱郁的树林中，她教凯特俯下身去品尝甘甜的井水，阳光透过枝叶的下隙落在肩头上，这样清甜的滋味凯特不曾尝到，她也不曾感受过这样和煦的爱，犹如夏日的暖阳。在艾琳的照顾下，凯特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，他也遵循着没有秘密的原则，慢慢放下了戒备。
与艾琳不同，对于凯特的到来，丈夫约恩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。除了每晚的晚安，他几乎不会说多余的话，也拒绝带凯特一块儿去农场。凯特原以为他和父亲一样对他漠不关心，然而在一次聚会上，他感受到约恩也有一颗温暖的心。那是一次农忙之后的牌局，夫妻俩人缘很好，屋里欢声笑语不断。一位募捐人打断了这个氛围，希望他们能为学校修缮屋顶捐款。约恩几乎瞬间就答应了。某天，艾琳因事出门，只留约恩和凯特两人。为了照顾凯特，约恩便在去农场劳作时把他带在了身边。没想到劳作了一会儿，凯特就不见了。约恩急得满头大汗，找遍了农场才找到了凯特。你非得来这里放你马上我拿人头没我拿人头没凯特委屈地跑掉了。他来到这里只是想拿工具帮助约恩，和约恩一起劳作。之后他刻意躲着约恩，不愿再和他有交集。明白了原委的约恩心怀内疚，可他不知如何表达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讨好小女孩。趁着凯特削马铃薯的时候，他在他身后笨拙地徘徊了很久，终于鼓起勇气把马卡龙放在桌边，逃也似的走了出去。凯特用余光看到了这一切，他偷偷笑了，把马卡龙装进自己的口袋里。这件事成了他和约恩的小秘密，连艾琳他也没告诉。第二天，他主动拿起了工具去给约恩帮忙，他们渐渐熟络起来。约恩本就不讨厌小孩，更是被他超出年龄的懂事和体贴所打动。他带着凯特一起给小奶牛喂奶，耐心回答他的问题。一向严肃的他唤他为长腿姑娘，掐着表让他跑去门口的邮箱拿信。凯特飞快地跑着，仿佛是传递自己内心的信使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奔跑中，凯特放下了紧绷的神经，释放着自我，感受着阳光、爱与关怀。这里的生活简直像一首田园牧歌，凯特渐渐爱上了和夫妻俩住在一起的日子。又到了做弥撒的礼拜天，约恩提议顺便到镇上给凯特买几件漂亮的衣服。不知怎的，艾琳却似乎有些悲伤。凯特觉得这个家里好像藏有什么秘密，可艾琳告诉过他，这个家里不需要有秘密。他压下了心头的疑惑，选择了相信艾琳。到了镇上，约恩宠溺地给了凯特很多零花钱，让他去买雪糕吃。艾琳给凯特挑选了一件漂亮的公主裙，试衣服的时候，店员以为她是凯特的母亲，而艾琳只是含笑看着她，谁都不愿纠正这个温暖的错误。艾琳朋友的父亲去世了，从镇上回来之后，他们又一起驱车参加了葬礼，为死者守灵。葬礼气氛沉重，却也是一堂很好的死亡教育课。艾琳告诉凯特要平和地看待死亡。葬礼上的每个人都悲伤而疲惫，约恩躲在角落里喝着闷酒，还特地给凯特也倒了一杯，让他记住酒的味道。他告诉他不要试图用酒精解决烦恼。凯特隐约感觉到约恩也藏有一段不为人道的伤心往事。守灵的时间是漫长的，凯特困得一直打哈欠。艾琳心疼他，便托邻居把他先带回家。回去的路上，邻居一直八卦着艾琳家的情况，还对他冷嘲热讽。当听到邻居说他之前穿的全是死人衣服时，凯特止住了脚步。You're a viscount. Godfrey. 我可能见识了个红旗。邻居告诉凯特，他们对他这么好，不过是把他当做了自己失去的儿子。金斯莱夫妇曾经有一个儿子，几年前跟着家中的狗跑到了泥潭里，结果不幸淹死了。约恩本来想要把那条狗杀掉，却始终没能狠下心来。而艾琳一夜白头。这下凯特明白了夫妇二人的秘密，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，却努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。很快，约恩便去邻居家接回了凯特。夫妻俩隐约听到了邻居嚼舌根的话，试探性地询问凯特他说了些什么。凯特也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们。外人的挑拨和重伤让这个家的伤疤再次被掀开，夫妻二人陷入了过往的伤痛。艾琳独自出门散步，约恩则给凯特拿了一件厚外套，带着他去了海边。深蓝的夜晚，海浪翻起旧时的记忆。约恩告诉他，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，比如今晚发生的一切，他们在多年前也遇到过，如今他们都在慢慢地走出当年的阴影。而艾琳也并无恶意，她好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，
但有时却总会事与愿违。凯特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约恩，更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。约恩看到了他沉默背后的纠结。你个的爱罗的罗Som i denna norrhågen dessa vela kamadonte Is a heil mora andra var 凯特的心思好像都被他看透了。原来安静并不是一件坏事，而是一直没有遇上对的人。曾经那些致命的缺点，在金斯莱夫妻眼里都是属于凯特的另一种魅力。凯特根本不需要强行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，夫妇二人也不需要别人无用的安慰和廉价的同情。凯特静静地陪伴着他们生活，一点一滴都是温暖，就像两块破裂的拼图刚好遇到了对方，他们就这样对上了彼此的缺口，让对方一点一点变得再完整起来。解开心结以后，凯特与夫妻二人变得形影不离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时，艾琳会给他梳洗着长发，带着他一起打井水，约恩也会带着他出入农场，一起比赛干农活，还会耐心教凯特读书认字。在阴开的午后日光中，约恩掐着表，带着他的长腿姑娘一次又一次刷新着跑步记录，去满是绿意的巷口拿信，而他总会站在绿道的另一头等他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做得真棒。凯特也会在无意间看到金斯莱夫妇彼此依偎的恩爱场景。徐徐的夏夜，凯特或在约恩的肩头上，还不等电视节目播完就已沉沉地睡去。这些都是在家里不曾感受过的幸福。在温柔的夏季，也会有终结之日。夫妇二人收到了凯特母亲叫他回去的信件，双方都留恋着最后在一起的时光。凯特又换上了曾经的旧裙子，不同的是这次已被艾琳洗得干干净净。他也想在离开之际再为这个家做些什么。家里没水了，原本要去打水的艾琳被约恩叫去接生牛犊，于是凯特提上艾琳平日里用的铁桶来到了那口深井旁。他学着艾琳的样子，先把铁桶深深地嵌入水中，就在要往外拔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他被强大的力量径直拽入井中。此时艾琳还在农场，心头却隐约升起了不祥的预感，仿佛多年前的那场悲剧又要重演。他立马扔下了手中的活，赶回了家，可哪里都没有凯特的身影。直到他越过栅栏，才看到浑身湿透的凯特从对面的田埂上走了过来。艾琳吓坏了，她急忙迎了上去，用大衣裹住冰冷的女孩。还好凯特并无大碍，只是着凉感冒了。即便如此，艾琳还是内疚又自责，不知道该怎么跟凯特的父母交代。再一次的伤痛让金斯莱夫妇意识到，原来他们早已经把她当做了他们的孩子。离开那日，艾琳的神经紧绷，连马铃薯都没有蒸熟。而凯特望着车窗外倒退的景物，感觉到家正在一点一点离他远去，坠入了无边的失落。终于，他回到了那个熟悉而嘈杂的地方，这里一切都不曾改变。疲惫的妈妈，粗俗的爸爸，冷漠的姐姐，只是多了一个哭闹的孩子。凯特还是被无视的那一个。凯特不想让父母责怪金斯莱夫妇，果断地隐瞒了自己落井的事情。然而父母根本不在意他生了什么病，父亲还说孩子就是麻烦。金斯莱夫妇无法忍受父亲的这些言语，简短的告别以后就要离开。一切仍是如此的平静，只有和煦的夏风拂面，家里依旧肃杀如冬夜，留下来是暗无天日的冷凄。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没有回答。突然他跑了起来，用着约恩训练出的速度追逐那个逐渐消失的温暖夏日。这一次他不想再一味地接受别人的安排，他要遵循内心的声音，把那个唯唯诺诺的女孩甩在身后，做一个奔跑在阳光下的长腿姑娘。他终于追到了他们，他们走得也缓慢，车子停在了院子的栅栏旁。约恩一把抱住了飞奔而来的女儿，而艾琳早已在车里哭得泣不成声。凯特看着从身后赶来的父亲，害怕地叫了一声爸，又把头深深地埋在约恩的肩头，深情地呢喃了一声爸爸。约恩紧紧地抱住了凯特，没有松手。我是小明的媳妇儿，欢迎点赞收藏关注，别忘了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，不错过更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